每个 superhero 都有自己嘅武器，蜘蛛侠有蜘蛛丝 ，Iron Man 有战斗盔甲，长脚蟹仔有，等等等等，夹死你个玩具枪！夹佢啊！其实长脚蟹仔的妈妈长脚蟹已经是神奇女侠啦，对脚啊神奇地长，身材啊神奇地好，同港男老公王文迪啊神奇地甜蜜。日前佢哋又将呢份甜蜜带到铜锣湾嘅 City Super 啦，蟹仔都有跟队啊，难得行到武器库啊，梗系要帮仔仔拣翻件武器啦。呢个屋企有啦，你冇留啦。蟹遵从母亲大人吩咐啊，最后仔仔拣咗把玩具枪，仲即买即用，同记者打招呼。夹佢啊！我哋星期一打过俾蟹仔爹哋的神，问仔仔中唔中意把枪，的神话阿仔好中意啊。不过咧，佢就唔会成日买玩具嘅。事关阿仔睇嗰啲环保嘅书，知道唔可以浪费。至于问到会唔会追多个陪仔仔咧，的神就话未有计划，顺其自然啦。恭喜香港苹果日报 Facebook 200万个 like。